大家好，你们都知道我很喜欢欣赏有才华的人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位来自台湾冉冉升起的新星，了不起的曹雅雯。她是一位唱作歌手，歌声优美动听，真的超级好听。她不仅仅是一个歌手，她还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词曲创作人。她的音乐作品总是充满了深情和真诚，能够打动每一个听众的心。曹雅雯还获得了金曲奖，就像那边的格莱美奖一样，这证明了她在音乐界的卓越成就和影响力。曹雅雯的音乐风格多样，从流行到民谣，再到电子音乐，她总是能够驾驭不同的音乐类型。她的歌曲不仅仅是旋律优美，更重要的是歌词充满了情感和故事。她的音乐作品常常歌颂爱情，讲述心碎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。每一首歌都像是一段人生故事，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。最近他决定向世界分享他自己的重要部分，公开出柜，宣布自己是双性恋。这个勇敢的决定不仅展示了他的真实自我，也为许多正在经历相似困惑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勇气。曹雅雯希望通过他的音乐和个人经历，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勇敢做自己，追求自己的梦想。他的粉丝们对他的支持和爱是无与伦比的。无论是在演唱会现场，还是在社交媒体上，大家都能感受到那份真挚的情感。曹雅雯不仅仅是一位音乐人，他更是一个用音乐传递爱与希望的使者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他未来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吧。出柜是非常私人的经历，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做真实的自己，尤其是在公众的视野下。当曹雅雯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时，她表现得落落大方，充满自信。她只是简单地说，爱就是爱。你们知道吗？她说的对，爱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开心就好。曹雅雯向所有人，特别是台湾乃至全世界的年轻人，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，做你自己，不要害怕活出真实的自我。曹雅雯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她的个人勇气，更是关于她如何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。她的公开出柜不仅仅是一个声明，而是一个行动，激励了许多人去面对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她在各种活动上发言，接受采访，谈论她的性取向，毫不避讳地分享她的故事。她与粉丝互动，给予他们支持和鼓励，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。在他的家庭生活中，曹雅雯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和理解，这对他来说是无比重要的。他的家人不仅接受了他的性取向，还积极参与到他的生活中，成为他坚强的后盾。他在舞台上的表演更是充满了自信和力量，每一次的演出都像是在向世界宣告，这是我，我为自己感到骄傲。曹雅雯的勇敢和自信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胜利，更是整个社会的进步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是无界限的，做真实的自己是最重要的。她的勇气和行动为无数人点燃了希望的火焰，让更多人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。曹雅雯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为我们带来的勇气和力量。曹雅雯公开性取向后，活出了更精彩的自己。最近有人发现她和一位高大帅气的陌生男子在一起，我说的高是真的高。这位男士身高195公分，对我们美国人来说就是6英尺4英寸，真是高大帅气啊。狗仔队拍到他们深夜一起离开餐厅，当然各种传闻也就此开始满天飞。这位神秘男子是谁呢？原来这位帅哥名叫 Eric， 他不仅长得帅，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运动员，国家队的选手。他一直在美国学习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以前在台湾没有见过他。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他们之间关系的所有细节，他们只是朋友吗？还是有更多发展？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。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，他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第五部分，狗子队狂热，
照片引发媒体风暴。可以想象，曹雅文和 Eric 的照片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台湾媒体对此事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，各大媒体的头条都在议论这对新情侣，并猜测他们的关系。每个人都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位迷倒曹雅文的神秘运动员的信息。人们如此关注名人的爱情生活，真是有趣。但是，嘿，我们都喜欢美好的爱情故事，对吧？曹雅文和 Eric 的照片不仅在传统媒体上引起了轰动，社交媒体上也掀起了一股热潮，各种平台上充斥着关于他们的讨论和猜测，网友们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，有人祝福他们，有人则持怀疑态度，甚至有粉丝开始挖掘 Eric 的背景，试图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个人信息。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名人生活的好奇心，也展示了现代媒体的强大影响力。在这场媒体风暴中，粉丝们的反应也非常热烈，他们不仅在网上讨论，还在现实生活中行动起来。有些粉丝甚至聚集在曹雅文和 Eric 可能出现的地方，希望能亲眼见到他们。这种狂热的追星行为既让人感到惊讶，也让人不禁思考，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痴迷于名人的私生活？也许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现象。随着媒体的不断报道，狗仔队的活动也变得更加频繁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新的爆料，希望能拍到更多独家照片。而曹雅文和 Eric 则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压力，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成为新闻，甚至是谣言的源头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名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，但无论如何，这场媒体风暴还将继续，直到下一次更大的新闻出现。第六部分，粉丝的反应，对曹雅文的支持如潮。在媒体忙着炒作的同时，曹雅文的粉丝却有着不同的反应，他们在他的社交媒体上留下了充满爱和支持的信息，他们很高兴看到他幸福，并称赞他勇敢做自己。看到这么多人爱戴和接纳曹雅文，真是令人感动。他的音乐和真诚显然打动了许多人的心。第七部分，沉默与猜测。曹雅文和 Eric 保持沉默。到目前为止，曹雅文和 Eric 都对约会传闻保持沉默，他们既没有确认，也没有否认任何事情。你们知道吗？他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，他们应该像其他人一样享有隐私，什么时候以及以何种方式分享他们的私生活，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。第八部分，不贴标签的爱，拥抱爱情的流动性。这件事让我思考，我们是如何定义爱情的？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有必要为所有事情贴上标签？难道两个人不能在没有定义关系的压力下享受彼此的陪伴吗？也许曹雅文和 Eric 还在摸索彼此的感情，也许他们对标签不感兴趣，这完全没有问题。爱情是流动的，它可以有多种形式。第九部分，成为榜样，曹雅文对 LGBTQ+ 群体的影响。无论他和 Eric 之间发生了什么，有一件事是明确的，曹雅文是台湾乃至全世界 LGBTQ+ 群体的榜样。他公开自己的性取向，有助于打破障碍，挑战刻板印象。他向世界展示了 LGBTQ+ 群体是正常和自然的，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信息，尤其是在传统价值观根深蒂固的社会中。第十部分，展望未来，庆祝爱与包容。我为曹雅文感到高兴，他活出了真实的自我，追求着自己的梦想，也许还在追寻爱情的道路上，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。我有一种感觉，这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开始，他的未来一片光明，充满了音乐、爱情和无限的可能性。第十一部分，超越新闻头条，关注曹雅文的音乐和传递的信息。所以，我们不要太在意八卦和新闻头条，让我们记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：曹雅文的音乐和他传递的爱与包容的信息。曹雅文，
继续唱出你的心声吧。世界需要你的声音。记住，无论你爱谁，我们。